大家好，我是阿五。这集我整理北京伫个东京食到的美食，拢是地铁站行出来五分钟就会使到的店哦。头一次刷水卡赞叹的我，手机啊屏幕唔免开就会使直接比啊，佫会显示余额。还有三楼诶，头一间是东京才有诶牛舌专卖店，菜单顶面拢有图，点餐真简单。我诶雷梦牛舌套餐日本钱是1800块。你的是什么口味？又忘了。厚切。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对。你再改一碗320，人要饭顶管。啊，我唔敢食，所以我无来。能理解。牛舌。好脆。脆脆 Q Q 的。麻烦牛舌问三样，你食看麦。有吧，我也是上介意直接问海盐来食。300几块的台票，第一次食着这套无忌的套餐，我感觉有够价值。也不错。也不错。我也有功夫。说的来，来到神乐板站对面，其实人站楼的玄武店，还佫有食堂。这次吃的饭丸甲汤嘛，伤大方啊吧？吃这个三椒饭团。坐忝嘛，就伫一楼这有伊的食堂吃点心。草莓冰跟布丁。我不敢吃这个假樱桃。好吃。这附近阁有一个足古锥的公园啊，是看老辣妹介绍的可爱溜滑梯，伤古锥啊啦！这两只大象，无去到店门口，我放这 Google 的相，互大家看这间居酒屋。从英古站行路出来，敢那一分钟就到啊，而且阁有中文的菜单甲图在看哦。这个青虾啊，配烧酒有够赞。卡哩卡哩，超水。居酒屋，我一定爱点的就是这鸡软骨啊。这是什么？我们点了什么？这是烧什么？烧了豆腐。哦，明太子烧豆腐。来来来，我叫你先坐回来，拎一嘴啊。然后佫配一水煮的啊，够爽。对，你现在人类不是很小，有一点咬不下去的印象。竟然是烧豆腐，乱点了明太子，我以为是纯明太子。伊的口感食起来无啥像豆腐，有淡薄仔像迄拍过的冷清。1、2、3、4、5。哪里啊？有业余竟然才三条，不过是行啊，真好食啦。先走今天礼拜三，都是人，他们都不用上班。他们不用上班。不是他们，明天都不用上班，一天。鸡腿、鸡翅两个。他的串烧好吃哦。
哇，葱味好浓。葱味很浓。可是它葱鱼就在旁边烤，葱味还是怎么？葱味会不会加？香。但它都偏甜。头家娘足够水的，介绍的时阵，佮甲阮两个讲台湾豆腐。坐落来是涩谷站附近的素食店，二楼。这楼梯太可爱了吧？有电梯吗？没有。电梯。那我要搭电梯。嘛真简单，这边就是看你要吃综合的几块，啊，这边是单点，当然是先点一杯秘鲁啊。频道的 logo 是灯笼鱼的，就特别。好可爱的杯子哦！隔壁的过生日，大家常常做伙拍手，真欢喜。好，阮食着这纯的自烧明太子啦，快快的，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哦，可以包这个海苔吃。嗯，这才是明太子。嗯，没有明太子。嗯，那种加软，好好吃啊。嗯，我点的这是六块，有淡薄仔后悔，应该要点八块。全自烧套餐，蛮好吃。沙拉也很好吃。他们真的腌制物都好会好会腌。听到的汤羊是哪家好吃？你是可以挤柠檬派的吗？可以。有一部日剧，有人就是都没有问，然后他就挤了，然后就有人不开心说：“你要挤之前应该要先问啊。”我从中间那个，掉。啊！我想嘛。店内面的人客足国际化，外国人甲本地人一半一半。这是我最爱的鲑鱼，嗯，好美哦！这鲑鱼的我可以吃三个，是它自烧的，那香气很好。鲑鱼很好。二楼咧卖产品呢，啊，一楼卖咖啡，离头拄仔的餐厅行三分钟就到啊。阮今上少加30克的 CBD， 您看麦。我敢那啉两嘴是无啥物感觉啦。紧张吗？不会，很兴奋。你等下睡着怎么办？柚子酱油。哦，还有柚子酱油。我也要。你看那边在烤肉，自己烧东。好像我较早未来，点完就开始有人咧摆地啊，柚子盐。酱油好香。哇，真的好细。我吃过它的泡面，我觉得泡面超好吃。哇，那个笋丝是这样子的。是有点硬的口感，很好吃哦，而且它刚刚现烤的，超香。那个炙烧的香气算果然跟泡面吃的不一样。豆油嘛真好食，不过我较喜欢油啊盐。嗯。同款伫咧麻布十番站，行过来几分钟就会使食的甜点。好烫，好烫！脆的吗？很烫。
焦香味吗？没有，很脆。哎、欸，红豆，有点。是绵的还是？很绵。很绵哦。豆沙。哦。皮很香。皮很香。蛮甜的。哈、哦。鹿谷站一号出口出来三分钟就到啊。坐到忝嘛，想讲转去饭店附近凊彩食，结果拄到这间足赞的餐厅。是一间超级高水昭和感十足的吃茶店，大个角落拢足水的，阿姨的收藏品我嘛足介意的。超可爱的吃茶店，脚很酸，然后就随便找一个在捷运站上面的。神泡真好喝，焗烤肉酱意大利面，干拿坡里意大利面。随便走进来的店最赞。嗯，超级好吃。嗯，变到我这样举上。好喜欢它的细面，喜欢意大利面这样硬硬的。好佳哉，有食到八点就关门啊！哦，大家要注意哦。多谢大家收看，请帮我点赞，下一集会介绍香港哦，敬请期待。